那这个里的料啊，蜂蜜，然后只要加保温桶，看它就没有拉丝，这个不拉丝啊，这个就不拉丝了，那就没有拉丝，这个叫三边封的，先封口，下面再切平口的，最主要让它看这里，然后这边有个一丝口，我没有加装，一丝口没有加。好，我现在称一下，称一下它的经过啊。就它这上面的，就是最下面。下面料可能不多了。拿上面，就拿这里的，就拿这里的。可以了。等一下，还有你要给它加个搅拌。保温。保温的搅拌。这是去皮的，15.82，15.86，15.76，15.77，15.73，15.70。